烧店的烟味弥漫隔壁是果蔬馆，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啥短，叫群找武士老板，烈铁沙场耍呀加强，印尼的空腹最擅长，后金铜到铁骨山，他们的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棍棍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，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，柔中带刚，写上去真的送上学校跟武当，怎么该呼吸吐纳性自在，怎么该气质难免受心开，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，飞燕周兵莫奇怪，去去就来，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，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，一再重演一根我不抽的烟，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，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，怎么该怎么该东亚兵分的招牌，怎么该怎么该一被我一脚踢开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新武士人前进，人者无名，是谁在练太极，风生水起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，如果我有进攻没人作弊，为人敢直不屈，一身正气，哈，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剑棍棍棒我都耍得幽默优雅，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，龙掌带钢，想要去狠狠送在雪上，你就武当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哼哼哈嘿！如果我有进攻，没人作弊，为人敢直不屈，一身正气，哈！